小动作引发大事故。还原事故现场，智能车能否避免惨剧的发生，经受住重重考验。智能车来了吗？下集即将播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请我们的两位嘉宾在这里呢跟咱们共同探讨智能汽车。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人民警察学院教授、车辆特种驾驶总教官柳石老师。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请到了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长兼秘书长王飞跃老师。我个人的感觉当中，智能汽车应该是什么样啊？我们都知道，开车是一个比较累的活儿。如果说有一辆智能汽车，我此时此刻，该在那儿里面歇一会儿，不用我来开，看看手机也好啊，玩玩电脑也好。这样这个上下班的这个旅途还让人比较轻松。我在高速公路上一个转弯处，我当时呢我就看着对面来车了，但是呢这个车呢又像是在另外一条车道，也就是对面对向而来的，但是我看那个车的位置呢，从我经验判逆行的。果不其然，当我和这个两个车相距大概100米的时候，两辆大吊车伸着前面那大鼻子在我这车道逆向行驶呢，那这怎么办？这个就这种情况下，那个车迎面给你开过来的情况下，我这个怎么处理？我确实不知道，因为那个是吧。所以你啊也甭想这个，你还是就开您那个我打车行了吧？不，你还开您那一代，因为你一开11号就最好。他那一代是什么？他那一代是简单。对啊，这是他那一代。对。那咱们言归正传，今天的关于智能汽车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2014年7月20日下午17时25分左右，浙江省乐清市人民医院大门口附近发生一起车祸，十几个男子徒手抬起一辆轿车，救出了被车轮卷进车下的孩子。医院内部监控记录下了事故发生的全过程。就在事故发生前1分钟，一辆黑色轿车驶入画面，不一会儿，一个孩子从人民医院大厅往门口一路小跑，突然他被自己的鞋子绊了一下，随后低头开始系鞋带。他所在的位置刚好在那辆黑色轿车的右前侧，相隔2米左右。就在黑色轿车准备拐弯驶离出口的时候，惨剧发生了。驾驶员是说，他当时坐在车上，在位置驾驶员位置上，眼睛看出去确实看不到，不知道有个小孩子跑过来站在他的那个车旁边，他说确实看不到。事实上，汽车驾驶员在驾驶车辆的时候，对于四周的情况并不是都能看到，而是存在盲区。如果盲区有一个低矮的物体，那么驾驶员根本看不到。每年因为盲区而发生的事故，大部分伤害的都是身高不高的孩子。盲区是否真的存在？它有多危险呢？为了模拟事故发生时的情况，我们随机挑选了一个死角位置，放置了一个和孩子差不多高矮的锥桶，随后我们的记者上路了。怎么了？
这是刚才我撞的吗？谁捅的？这就是你撞的。这要是刚才是没有看见任何东西，在这右前方完全是一个死角。如果追捅的位置站着一个孩子，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那么同样情况，让一辆改装后的智能车在无人驾驶的情况下经过，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好啊，问题来了，遇到盲区低矮障碍物时，智能车会怎么办？紧急刹车，绕过障碍物，无视碾压通过。这 C 我觉得一定是不对的啊，但是这个刘老师，我觉得刚才我们的那个记者是不是他在通过路口时候本身就有操作失误？有，驾驶员呢，他在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有一个车，作为在他行进路线的右前方，影响到他对路面情况的观察，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没有做到减速，观察清情况，而是呢。照常速度通过，这个本身从驾驶安全这个角度来说，它就存在着安全的隐患，所以要养成刘老师讲的这个好习惯，但是这个人不可靠，老虎还有打盹的对时候，这个就叫什么，所以以后的车我相信它应该就是自不自动驾驶是一回事，它一定应该有这种传感装置来对，这个提醒你，车不应该有这个盲点的。那要是对于智能车而言，它是会紧急刹车还是绕过障碍物？在您看来呢？我看 A 跟 B 都对啊，我就取个中间呗。您取个中间啊，选 B 绕过障碍物。柳声老师，我觉得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以一个驾驶员的反应来和这个智能车相比较的话，我觉得应该是紧急刹车。因为在这种状态下呢，他所判断的这个到底是物体还是动物还是人员，老驾驶人有句话叫三躲不如一停，停车是保证安全最有效的方法啊，所以我从这点上说，我认为一定是紧急刹车。好，那我们来看看吧，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好，我现在完全是自动驾驶状态，到底看看这个智能车会对死角的障碍物会有什么反应。这个障碍物我在那个位置完全是看不见的，但是智能驾驶能够帮助我在这个接近它的一瞬间突然停下来了，虽然这个制动还是很紧急，但是至少能够保证这个车不撞到它，我觉得这就是一大进步。最终的答案是无人车在距离追捅的位置很远就已经紧急刹车了。哎，这样好吗？三躲不如一停多好，那后面真的容易上来啊。它是这样，就是我们所谓说的三躲不如一停的，就是说你躲来躲去可能会干扰影响到其他人的车辆，甚至有可能你躲不过去，所以呢三躲不如一停，就是你遇到情况最好的方法是把速度降下来，因为造成事故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速度，没有速度了那么问题也就不发生了。对，咱目前智能车没有普及的阶段，我始终把刘老师所说的认为那就是金科玉律，比如刘老师告诉我一定记住了让速不让道，我到今天为止都一直在坚持这个原则。你别在实践当中现在要让速还得让道，因为什么让速不让道，那实际上呢是一个不规则的行为，你既然让人家那你为什么还不让道啊，是吧？所谓让速不让道，原来呢是在危险的路段行驶的时候，说有危险情况了，我可以把速度降下来，但是我不能说我拐到山涧底下去，这叫让速不让道。但是在城市道路当中，这个让速不让道，你不应该片面的去理解，好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是我特别想说的，就是
我们应当从现在对我们的孩子进行安全的教育。像这种情况都不应该，为什么？不在车前走，不在车后留，不在车边站，不在路上玩，因为什么？这是危险的区域，那就没地方可去了。没地方可去，那你回家到床上去不就？反正我个人的感觉是，我没开车之前，我不知道车有多可怕。嗯，我开了车，我才知道，有时候你认为你能从车前头跑过去，没事儿，这司机不敢压我。我真想说句，不是不敢压你，是关键看那时候我刹得住刹不住。对，我要刹不住，说压就压了。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他看到没看到？看到没看到？这是第一步。我就觉得这个晚上出行，大家一定要记住，晚上如果您家附近您经常出来的地方啊，灯光暗，车真看不着，千万不要穿黑色衣裳。对，真看不见啊。这也是需要智能车的原因，因为这些问题对智能车都不存在。好啊，那既然又说到智能车，我们看一看有关智能车的下一个问题会是什么。2015年8月8日，在滁州市醉翁路与枫月大道路口发生一起四车连环相撞的交通事故，一辆渣土车闯红灯导致四车受损，轿车上的行车记录仪拍下了事故发生时的惊险一幕。还有驾驶员，随后交警赶到询问当事人的时候，大货车司机说出了事故的原因。啊，我看东面都那个从家里门冲过来的。啊？那个东面时候都那个家里门冲过来的。什么时候？我五秒的时候，我家里门冲过来。五秒的时候啊？绿灯是五秒。不是，就是黄灯上面的时候我冲过来的。这么大的车，黄灯上面还能冲啊？你要碰到人怎么办？这么大的车你能刹住啊？黄灯三秒你还冲啊？你开车太不负责任了你。十字路口为了抢黄灯，经常会有车习惯高速通过路口，在这种情况，如果两侧来车，极易发生车祸。在经过路口时，侧面突然来车的情况下，智能车到底会有什么反应呢？希望它能保证我的安全。面对边上冲过来的抢黄灯车辆，智能车会怎么办？迅速停车，减速等车辆通过再加速。C 我们可以直接无视，这就是一疯子写的答案，无视直接撞，对，这分明是挑战柳诗老师作为交警的底线嘛，A 呀，迅速停车，理由就是刚才三躲不如一停，不是，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车判断的环境能判断出来的话，它一定是迅速停车，柳教授 B。减速等车辆通过再加速，对，理由，因为他不能够判断出，这个车是闯红灯，因为他是抢的黄灯，对，就因为他不能判断出这个车是在抢黄灯，他只能是判断出有没有车过，他以这样的一个判断的标准，所以他不可能说这个有车过我就停下来不走了，他是一定是你该走你的走你的，我呢该减速减速，等你过去我还继续走，这我觉得是一个智能车它模拟人这种想法的一个接近点，但智能车的一部分功能确实要判断信号灯，
哦，那肯定啊，他必须判断信号灯、嗯、这我们考试一个最基本的考试、嗯、你要判断信号灯。第一个考试就是懂这个灯变成绿灯了你才能开嘛。那黄灯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规定？黄灯是这样，这次比赛还真是没有弄黄灯，中间还出了事、嗯、有些车就没规定嘛，有些车见了黄灯识别出来了它就不动了，因为你没告诉我是黄灯，该，所以有段时间就争论这件事情，黄灯是按照交通规则就是黄灯慢下来就走还是不是？这事儿我跟刘老师聊过啊、嗯、对，黄灯您就踏踏实实给我停那儿。对对啊，是，所以我这个有两派就争起来，一帮就是争起来说交通规则是黄灯慢然后过，有的说是黄灯停下来，有一个车队他就是你说的黄灯停下来，但是他那边老是黄闪，他就不知道怎么就老要停在那，我就没办法，我是这样，你赶快走，你不走我后面车就跟上来了，这个我们是20分钟发一部车，所以我就让他走了。这个大家对交通规则，那你在那边就好了。这个王教授说，这个黄灯啊是没有信号灯变换的路口，它就是一个提示，提示黄灯在这提示、啊、它一个大拐弯啊，它不是说红黄绿啊。我明白明白，见过那种路口。对，所以这种情况就孤零零一盏灯那个。对，哎，不是，它是一段车，它施工，它给它拦起来了。那是怎么走应该？那就是减速。嗯。观察清情况啊，确认安全，对啊，慢速通过，对啊，就是告诉你这个地点啊是有危险的，嗯嗯，不需要你停车、嗯、但是需要你减速观察清情况，嗯嗯，这才是一个。为什么我选择 B 呢？也有这方面考虑，也有这方面考虑。所以呢咱们看这个结果。行，嗯，咱来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啊。人完全是自动驾驶状态，现在我们要模拟车祸发生的那一瞬间，不知道这个智能车，不知道这个智能车会怎么样。智能车在发现侧方来车后，有一个明显的制动过程，但是根据它的判断，没有将车完全停住，而是减速等待之后加速通过。刘尔还是厉害、嗯、啊，就是否则叫为什么叫车王呢？没有，黄教授人家是搞学术研究、嗯、我是搞这个。对，您是天天跑在路上。对，所以可能具体交通情况，嗯，刘老师的判断就更加准确。我回国就不开车了，不敢开。而且呢，王教授他所说的、嗯、他所设计的这些车辆呢，应当说是一个理想的。嗯，现在有没有可能做到这样？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呢，这个路口的交通指挥不由信号灯来完成了，如果是交警指挥人来指挥，对，智能车看得懂吗？现在肯定看不懂啊。嗯，他会把它当作一个障碍物了，直接停那儿了、嗯、绝对是当个障碍物。所以这就是王教授说我们要不断的研究，不断研究、嗯、你可以说哎，我要求智能车现在也识别这种情况，那可以啊、嗯、是可以加这个模块、啊、嗯，哎，那这以后开车倒真是挺好的享受、嗯、可以作为我们安全辅助的这个系统、嗯、对对嗯。好，那下一个问题会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智能车研发的最终目的是能够在真实的道路上行驶，真实道路上有人有车，智能车在这种情况下到底表现如何呢？我们在郑州到开封的一段实际公路上组织了一次智能车大赛。郑州到开封距离32.6公里，途经26个信号灯路口，全路段开放人车混行，路况复杂。随着指令发出，比赛开始了。
郑州到开封路段测试智能车在真实路段行驶，这些智能车的最快时速是多少 ？A 60公里每小时 ，B 70公里每小时 ，C 80公里每小时。嗯，刘老师判断一下。60。理由？因为那条路上呢，刚才我看了，有标志，不是标志啊。从它的这个公路等级来啊，路况对，以及它的这个公路等级来说呢，它的这个限速应当呢是在60公里。如果说超过60公里了，本身就是一个这个违法违规的行为了。那么再一个，从安全角度来说，它在做测试。如果说这个车速超过每小时60公里了，在这种状况下是具有相当的危险和有事故隐患的，所以我说应当是每小时60公里。嗯，这个抱歉，因为我当时在车上，这个您知道答案是吗？我忘了答案。嗨，这我印象中好像是70，那个我印象中好像是限速是70嘛。限速还是80还是70？忘了，应该是开的这个中间值。那这么说起来的话，其实这个车现在上路就没问题啊。那它这个还目前呢还是一个研制阶段。真正要真正让它能够上路的话，那还有经过很多很多的这个测试，很多很多的这个手续。你比如说，就我所知啊，我们真正的一款现在所使用的这个在路上行驶的车辆，如果说一旦它车型某一个部位有所变化，那就要重新进行10万公里的测试。要经过国家的检测，为了就是保障安全。好吧。那我们还是回到这道题，郑州的开封路段测试智能车真实路段行驶最快时速达到了多少呢？根据裁判的记录车，这次比赛速度最快是每小时80千米，这个记录是由军事交通学院创造的。甭管怎么说吧，起码我们说在特定的路段之下，这个车还是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一定的方向。但是这么成熟的条件之下，我们尤其您二位为什么还得说等个30-50年呢？我就是这不单是个技术问题。嗯，就刚才这个刘教授也讲了，它有人在里面，还有人本身的问题。对，所以呢车应当呢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行驶。好啊，甭管怎么说吧，今天这期节目要让我们见识到的的确确现在智能车的发展啊，已经是让人可以觉得本身这个技术上是相当先进相当安全了，但是它到底什么时候啊能够真正的进入到我们的社会当中，让我们满大街的都能看到智能车，让我们每一个司机都能够享受舒适生活，这个呢估计还得有那么一段时间。但至于这个那么一段时间它是多长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反正这两天综合下来啊，柳教授获胜的次数还是比您稍多一些的啊。再者说了，您就是搞这个研究的，您测试这个没有意义，咱们可以让柳教授呢挑一辆我们的测试车亲自去体验一下。好，非常非常感谢，也非常非常期待着这个测试的这个场景我能够亲自体验。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两位教授的光临，咱们下次。